子苑奇趣频道。睇下，我有叻叻贴纸啊！哇，你有咁多贴纸，呢样真咁特别，未见过喎！系边个老师送噶？呢两张贴纸唔系老师送嘅，咁系点先有噶？我都想要啊！呢两张贴纸系妈咪同婆婆送俾我嘅，点解嘅？佢哋话我有帮手折衫同洗碗。好乖，所以佢就奖俾我咯。张贴纸闪亮亮又咁特别，我都想要啊。系啊，只要有乖嘅小朋友就会有奖励噶啦。咁我都即刻翻去做家务先。我妈咪话，只要喺呢本簿凑够呢款100个贴纸，就可以换礼物添。真系。你哋喺度倾紧啲咩啊？我哋喺度倾紧今日翻到屋企应该折衫先定系洗碗先啊？因为我好想要贴纸啊 ！Why not both？ 折完衫就够钟食饭，食完饭就够钟洗碗，咁咪有两张贴纸咯。好啊，咁我都要储多啲小靓靓贴纸去换礼物啊！咦 ，Chloe， 你个贴纸咁大嘅？是啊是啊，我昨天跟公公买旗那时买的咯，那我可以捐钱又有贴纸咯，一举两得添喎。是啊，不过做好事是由心而发的，不是为了奖励才做的，就算没有贴纸我都会跟公公捐钱的。哦，你们看看我都有很多贴纸啊。David， 你的贴纸都很漂亮，但是我这本簿只可以来跟妈咪换礼物。当然了，你这些贴纸是在超市用回来的嘛。蛤，不怪得有个簿在个贴纸上那么奇怪啦。不要紧啦，做好事是由心而发的嘛，顺便凑埋印花添。那我们要一起做多些好事啦。好啊，好唔好睇啊？记住订阅我哋嘅频道，赞好多。